为什么不救我？你说你能压制狂恶，你想帮我。可为什么你？因为他救不了任何人。那么多人因他而死，他无动于衷，却还妄想能当我们的拯救者。他和泰德一样，明知手上的力量肮脏，却沉迷其中，还美其名曰战。把海拉还给我！你说过要保护他，但结果呢？都是他在保护你。没用的家伙，你什么都保护不了。松开你的狗皮枷锁，把它还给我。团长在哪里？我哥在哪里？你是最弱的，最没用的。为什么只有你回来了？为什么？高兴点儿，这可是感动的再会。你不该有很多话对我说吗？说说你带来的狗屁和谈，说说因为信了你，军团变成了什么样。哼，找到海，找到了又能怎么样？谁给了你自信，让你觉得可以挑战黑环？上一次只是因为我允许你跟我连上枷锁，你有的只是运气。哼，你本该死在上一个环里，你根本没有战胜我们的力量，没有了禁闭者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战斗，你的战斗又改变得了什么？那群治安官还是狗屎，辛迪加还是地狱，凭你和你的枷锁能做什么？真当自己是救世主了？你甚至跟这座城市毫无联系。狂恶来自黑环，我们都来自黑环，留在这里吧，没什么不好。没有意义的战斗只会带来牺牲，该结束时就结束。你骗我，我明明在请你留下，你却骗我。
局长。醒来了，笨蛋。吓死我了，你干嘛伸手乱摸东西，一摸就睡，还怎么叫都叫不起来。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啊？是幻境吗？是谁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来保护你，我来爱你。